三朝但系哎呀好气撑到啊。咦 ,Miss Nurse 佢有专业嘅意见噃，不如请佢 FaceTime 倾下。Hello,Miss Nurse 你好。嗱，你咧就留言话要治标同埋治本，咁即系点啊？其实小朋友有便秘、打乞嗤、湿疹反应、敏感，可能系有因。香港有70% BB 有敏感症状，要解决敏感问题，首先要了解佢嘅根本。好多时候敏感源头都系嚟自牛奶蛋白，所以小朋友饮嘅奶奶系好重要噶。吓，牛奶蛋白敏感？所以喂哺母乳是最好的选择。如果要衔接母乳，妈咪可以考虑 PHF 水解蛋白配方。它用了独特的水解技术切断致敏源，变成低致敏性 PHF 水解蛋白分子。切断致敏源就可以好像我这样是防敏小 BB 了。是啊，有医护人员推荐的 PHF 水解蛋白配方就不用担心了。咁我都要快啲打电话俾陀紧 BB 嘅三姑姐知，及早防敏。咪住，我哋拉附紧。嗱，既然同学仔咧都知道最有效嘅防敏方法，不如而家我哋就再唱一次，嚟一次完美嘅拉附演出啦！